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能看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刚刚 ，Hello， 能看到吗？现在能看到了吗？我刚刚真的什么都没动，不是我自己出去的，它突然就黑屏了。我说是怎么回事？它显示我登录异常，急得我汗都出来了，我擦一下汗。嘿，对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说啊，怎么回事？然后疯狂的操作这个账号。我不是暂时离开了，我没有离开，我就是把手机放在这里直播，然后他自己跳，他自己黑屏了，然后显示登录异常。对了，之前就是有人问我能不能搞那个 ASMR， 所以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上声道。好像不行哎，只能一个声道，我看一下。可能刚刚我用了 iPad。哦，它好像不太能双声道。那 ASM 怎么办？那 ASMR 的话，可能只能就是我再去买一个设备，不知道能不能就是用呢？接上来。关注我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说要放歌的，sorry，开始马上放。追剧，我最近在看日剧。你这个问到这个我的点上了，就是我最近在看我的事说来话长，但是我其实还 get 不太到，就是里面的男主角。对，提到舒影音，我的话还挺多的，因为他那男主角不就是自己待业在家嘛，然后。跟他姐姐一家的故事，我才看到第二集呢，就没太深入。男主角的人设，我暂时还不是太喜欢。不过我之前看了《四重奏》，也是日剧，最近都在看日剧。《四重奏》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虽然有些桥段有点莫名其妙了，但是，那个别府君拉 White Love 的时候，我很喜欢。对，有些年头了。哦，我也喜欢光妹，她真的像一只小麻雀，因为她的名字叫小雀嘛，她就是那种小雀，很灵动。我也喜欢宁珂前辈，是刚刚有人点歌啦，你们也可以点呐、啊，我加到播放列表里面。其实美剧我看呢、啊，之前看全游是美剧吗？还是英剧啊？之前把全游看完了，不过还挺早前，挺好听的。喜欢的前辈吗？刚刚说了，喜欢小鞠和 V 加一前辈，还有一个现在还在团的
top 前辈，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说，我怕打扰到他。而且之前就是我刚入团的时候，就现在我对他的感情是有点变质，但不是那种变质，就是从一个粉丝对偶像的感情，就是有点变化了。因为之前，细说，正在细说，就是。之前我刚刚入团的时候还是那种纯粉丝心态，我就是一想到他我就非常激动啊，然后看到他我也很开心啊那种。但是我们后来不是有集训嘛，然后周同悦讲了一句话，他真的是一下把我点醒了。他说他喜欢谁，你们知道吗？周同悦，就是啊，反正就是他一个有一个喜欢的前。他有个喜欢的前辈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哦，说过了，那可以，那可以说，就是他喜欢水石前辈，然后他的喜欢是跟我那个时候入团，我们俩是差不多喜欢的，就是我喜欢那个前辈，他喜欢水石前辈，但是他说，怎么也不还算了，但是他说他要努力，就是摆脱粉丝心态，就不要是在团里也用那种。就是追星的心态进团，这样会给他给自己带来很多困扰，不是滴滴滴哦，不是段奕宏前辈，很多困扰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他说的好有道理。就是如果我作为我是一个粉丝入团，但是不是因为他入的团，我是还有些别的原因，然后入团了嘛。如果我还抱着一个粉丝的心态的话。对他对我自己可能都不是很好，就是可能会给他带来困扰，然后也可能让我的行为啊会变得有点怪怪的这种。我到现在都只跟他见过几回，然后打过几次招呼，我就说前辈好，然后我也不太敢看他。谢谢 D2 的荧光棒，我不太敢看他，然后只跟他说过前辈好，他说你好，就我们之间的交流只有那么多。谢谢彤彤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哪个队的前辈？这样子的话就会慢慢的问出来了呀。谢谢我热爱学习送的荧光棒 FT，谢谢草间利口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草间利口送的荧光棒的荧光棒。真的吗？要不再等等吧。等等，我觉得就是机会合适了，我就说，七七不一样呀，七七他是已经进团了这么久了呀，七七前辈，谢谢我热爱学习送的荧光棒。而且哦，虽然说七七是前辈啊，但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小很可爱，所以我都直接想叫七七小妹妹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虽然是01的哦，但是。01年10月，但是听起来就是光听年龄、年份还挺小的嘛。但是放到整个四八里来看，其实我也不算小了，特别是同期生，我是大家的姐姐了。再等等，我决定再等等，我就是不要现在说。谢谢吐司边边送的秋天的奶茶。第二个妈妈，我不，我还是宝宝呢。若琪是00年的，好像，若琪，可，就好像只有两个人比我大，一个是若琪，一个是可可。可可是01的还是00的，我忘了。对呀，我七生还有02的，蒋舒婷前辈嘛，是吧？我比她还大哦。我还是宝宝，我想当宝宝。对，心雨想当妈妈，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家。你们觉得我嗓子哑不哑？其实我今天嗓子有点痛。还好，还好就行。还好就行。我们外面有直饮机，我接的水。对啊，我今天，因为今天我下午不是去活动嘛，然后
晚上是吃庆功宴，回来要直播，我怕来不及，我就想说中午把妆化了，然后带妆回来直播嘛。我就想说不要用口罩把它遮住，把它磨花掉了。在地铁上，后来新宇跟我发微信说他们学校什么身边有什么人阳了，说很危险。我说对，我才想起来就是第二波阳这个事情，赶紧把口罩戴上。阳了真的蛮难受的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就是还没出道的时候，我们和谁打嗝了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没出道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，就在这个宿舍，我跟就是心雨先阳的，然后他那个时候阳了很难受，他在床上真的是烧得起不来。我就是照顾了他2、3天，那个时候中心全中心都阳了嘛，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个时期吧？就是过年那段时候，然后我也阳了，我们两个就是病号互相搀扶着吃饭。他稍微好一点之后，我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他又来照顾我，这样我们就互相照顾。那时候家人也不在身边嘛。对呀，很早就来了，我们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来了，我还以为我问。就是签约的时候问叶总，我说我们是不是过完年再来？他说过完年再来，你想得美。我说干嘛这么着急呀？就是小小声的说，我说干嘛这么着急呀？他说好，就是卷死其他公司的人，我们在这个过年前就开始训练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是哪个公司，到底在卷谁呀？谢谢椒盐炒饭送的巧克力，甜甜。我是新人呀，对呀，我才演了一天，才演了一场呢，还没有分队。和蜜糖加柠檬，问的好的。有人陪，对啊，生病的时候有人陪太重要了，因为我平时其实还。挺坚强的，就没有很那个。但是生病了，就是人难受，躺在床上很晕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人陪好很多。我们就互相倒水什么的，我跟心雨互相照顾。晚上好啊，这是谢谢我热爱学习送的5个巧克力，吃吃。哎呀，我头发塌了，今天烤肉吃。下一场想做什么发型？我其实也才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呢，就是我想做一个公主头。其实我上次做的那个也叫公主头，但是想不到太多。你们有想看的吗？你们有想看的我就做，你们有什么想看的我都一个一个记下来，就每一场公演做不同的发型给你们看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前辈他们觉得跳一个 unit 跳久了会有点。就是无聊嘛，然后他们想说能不能换 unit 呢？就是互相之间换，然后老师是说不鼓励，也不是不鼓励吧，就是很麻烦，要换的话，所以之后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差不多的 unit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但是如果 unit 一样，然后站位也一样，每场的镜头也都一样的话。就是只能在发型上下功夫啦，因为衣服也是一样的，不能换衣服哦。而且我们刚出道，也不能做指甲，然后我没有耳洞，就是也不能戴耳钉。我准备去打一个，但是最近太热了，然后我又是疤痕体质，我怕增生了。以前我不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是怕增生。我准备。稍微冷点的时候打你还等得了吗？戴耳夹可以呀、啊，就是怕跳的时候，就是怕跳的时候跳掉了，勾住什么的就很麻烦。对每一种发型都充满期待，好会说呀！聂与锦卷我们2个星期学了一套公演就出道。聂与锦是北京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北京的？北京的那个前辈，小前辈，比我们出道早一点。
自己学了换还要申请，但是好像就是申请的这一步比较难哦。不知道，因为我是后面嘛，我也不可能说主动说，老师我不想跳这，老师我不想跳这一场 unit 了，我要换一下别的 unit。作为后辈来说，是不是有一点太那个了？就是我想，那就等前辈先换换，就是他们比较熟了之后，我说那我就跟着换换，就是跟大家一起。用温州话介绍一下自己，你们确定吗？我怕你们都听不懂哦。我翻译吧，好吗？打鼓呢和就是大家好，大家好的意思。打鼓呢和，么子依旧难，我是温州人。么子依旧难，名句许古姑，我叫许佳佳。小盼用温州话怎么说？说实话，我也不太懂，你们知道吧？盼，温州话里好像没有盼这个词。对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谣传，是不是野史？但，你可以打成普通话发在这个，这个叫怎么？评论弹幕，但是弹幕不是那个飘过去的吗？发在这个评论里吧。我是温州瓯海的，确实很难，就没办法，因为它有很多音嘛。说起那个温州话做密码这事情，就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野史，但是确实很难懂。就是我头发怎么老是这样呀？对不起，你们老看我搞头发，你们烦吗？其实我也不想的，但是它老是挡到我。我多大？我是01年的，现在在读大三下册。我昨天，你们知道我昨天为什么不直播吗？因为我昨天在跟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定选题，然后我就是一边跟他发微信，一边给你们发翻牌回你们消息，就是很别样的那个感受呢。方言版歌曲，对，我看下面有人说了彩虹合唱团。我也很喜欢彩虹合唱团，大家应该都是张世超那首歌认识他们的吧？后面我有关注他们的《泽雅集》，还有那个《白马集》，是吗？他们唱那个泽雅的那个，因为指挥金承志也是温州人嘛，对吧？他们唱的歌很好听，而且他们用的是哑音吗？就是不是口头。我是行政管理专业的。所以我说了，我歌舞真是非常素人，我真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唱歌跳舞，我也之前也从来不会拍抖音，什么自拍我从来自拍不来，然后一来这边就学呀，疯狂的学，别人就是手到擒来，我在那里努力学习。哎，这头发好讨厌啊！等一下，我好好搞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宁波的温州话跟宁波话还差挺多的。宁波话是不是跟杭州话、上海话这边比较像啊？但其实我也不太懂。我觉得上海话也很好听哦，就是有点那种吴侬软语的感觉。想下呢？多久毕业？我大三下册，还有1年半毕业。开启别样人生，对的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叶总真的有点坏，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，我悄悄跟你们讲，反正应该知道的人不多。就是我去公司的时候啊，就是面试，然后就是我们要填表格嘛，填是哪个大学的哪个专业，然后学历是多少这样，然后我就填了我的专业行政管理。然后叶总就是最后通过我了，让我签约。我还在犹豫，就是打电话，在跟亲朋好友就是聊嘛，在确定这个事情。然后叶总听到我聊，他说："你一个学行政管理的，如果不来当偶像，那以后就是做前台，
你看看我们前台小姑娘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，怎么怎么，就是讲了一些真话，而且她还是当着那个前台的姐姐说的，我当时很尴尬，就是不是因为她说我的专业不好，我知道我们专业确实就业有一些困难，但是她当着前台姐姐的面就是说她不好，这个我就是有点尴尬住了，我就赶紧就是住了。对，而且其实18期的时候，我是跟他们都是分开招生的。我是那次一共去了5个人，是在中我们的公司总部面试的。就是你们能查到的那个地址面试的，然后最后有一个人是直接签约了，那天就是我说我在犹豫的那个时候，有一个人是直接签约了，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是说再考虑一下嘛，然后有2个人是被刷掉了，另外一个考虑的那个人女生，她。也是跟我一样，主要是因为学业，对，我也是用方言跟家里人讲了一些，也是因为学业的原因，因为叶总那个时候铁定要我们休学，然后他在想，后来他就放弃了，他好像出国了，我就签了，后面好像又招了一期18期，我说我们那5个人是招的18期，怎么后面又招一期18期呢？可能是我们那期留下来太少了，那个当场立即签约的那个女孩子后面最后没来。我们那5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来了，然后后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面试的话，我就没有唱歌跳舞，我就跟那个叶总说，我说之前我都签过约了呀，怎么还要来唱歌跳舞一次啊？叶总说，那你进来跟我们陶总和王总见个面，让他们看一下你是就长什么样，然后你是哪个人，让他们认认脸。我就去自我介绍了一下，然后就签。又签约了，对，就是又签约了。我来了2次面试。每个公司都有行政岗，对啊。他可能到那个时候也是想让我下定决心吧，就他说在上海。就生活很难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面试的歌曲是《夏天的风》，然后舞蹈跳的是 TWICE 的《Yes or Yes》。电源色选好了，是粉紫色。如果粉紫色亮，就是应援棒没有的话，就是紫色也可以。我也很喜欢紫色。噔噔噔噔噔，Yes or Yes。粉丝叫诺言，谢谢 Sirius 送的巧克力，是不是这么读？其实我英语真的有点差，友友们。我们学校很坏，我们学校大一是不让我们考4、6级的。是的。翻跳，听到翻唱吗？有机会，因为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出翻。好的，好的，念念字母，好的。我觉得我翻跳有点侮辱 TWICE 了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感觉跳，那时候我还是自学的呢，因为他说不能跳48的歌，然后我就想起来，我说我高中在舞台上看到，就是我们健美操队的那个。汇演元旦汇演嘛，他们跳的 Yes or Yes，我当时觉得哇，好有活力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TWICE 是什么，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团，就是那时候我还不了解 K-pop。我看他们跳 Yes or Yes，我就觉得好有活力，好可爱，好青春，然后我就喜欢上了这首歌。夏天的风的话，也是觉得很好听。第一次亮相就是。张，但是还挺好的，因为我没太跳错，只错了那么一小咪咪。
就是没有放大炮。我之前在就是星光演排练的时候，老师让我们跳完一遍，不是会录吗？就是录下来让我们看我们哪里跳的不好。我明明练的时候真的是全神贯注，就是练的也挺连贯的了，就是说不上挥洒自如吧，但是也练的可就是连贯的跳下来不忘动作了。他只要一录像我就猛猛放炮，所以录出来感觉我好像很划水一样，就是好像在里面哎找摸不着头脑，就是这样。我是大学生哦，今年大三。新航路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新航路我就是早有耳闻，就是虎火发动嘛。我其实会那个 mix 三连来着，泰嘎发呀塞巴发巴呆巴拜巴加加拖拉嘿金童三干嘛心疼开心头比较 Q，只能背到这。我这有抖音了，抖音叫许盼盼，是那个字母。然后我学的第一首歌《虎火发动》就是新航路的，他们就是都拿新航路当那个教学范本嘛。然后大家的战区喊 call 喊的也非常的热情，感觉是要把屋顶掀翻的那种热情。我们前奏其实，我们两边的8个人就是左边4个，右边4个是这样蹲着，这样蹲着的。然后是要听前的那个噔的声音，我们就噔这样站起来。我们听不见，因为大家的扣声太大了，太热情了，我们根本就是听不见。然后我们就没有卡到那个噔的点，都到后面噔噔噔鼓点的时候，我们才慌忙的站起来，慌忙的噔噔噔。不过氛围很好呀，我很喜欢，对，喜欢大家喊扣。谢谢馒头宝宝的荧光棒。GG 们，对，来看我们命差的应该也都是很喜欢，就是日系打 call 文化的这种粉丝吧。我也其实很想在战区打 call 来着，但是就是买不到战区的票，大家的手速太快了。之前当粉丝的时候啊，没有，入团之后就没有了。入团之后，其实我之前有一次大三上学呀，上的，但是我跟学校申请了类似于免听必考一样的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学校在杭州，所以来往其实没有很方便，我就申请了那个免听必考。后面可能会回学校再上上学，然后来这边上上公演。希望大四我们的课少一点。然后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就是我们，之前，我一时这个之前是知道哪里了？哦，那个看看公演的那个是吧？之前来看过，就不是还不是粉，就是没有想到要入团的时候，没有想过我要入团的时候，我就来看过1、2次公演，买票很难，真的很难，买不到。我找代签，代签这个票价，代签这个代签价比票价还贵。杭州很漂亮，是的呀，就是看的 H2 的终极任务，哎，还是头号新闻，头号新闻，头号新闻，搜不到我的抖音，抖音我就这个怎么样，在这里发一个弹幕，那我一会儿打在那个房间里吧，因为我不太会在直播的同时发一个弹幕。哎，我改在公告里，聪明，嘿嘿。公告怎么按不动了？哦，我把只有昵称搜不到啊，好吧，那抖音号我不太记得呢，我之后发在那个吧，之后发在房间里边，之后发在房间里。刚说到哪了来着？我把弹幕关了一下之后开了，就清空了。现在只能看到第一条是终极任务才演1、2年呢。是的，这就是我还没来得及
还没来得及看原版的终极任务，它就变成2.0了。而且现在是不是那个取票机取消了呀？我觉得其实不太好，我很喜欢实体票这种东西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回的就是这条，跟我推握过手这条，握过，我跟我推握过，嘿嘿。那麻烦你啦，你就在这个评论区里说一下。握的谁还不能说，因为我说了我要保密的，我说我要等，拜拜。我说了，我要等那个，等一会儿，等一段时间再说。看，我带过来了，看，熟悉吗？熟悉的纸袋，熟悉吗？就是我觉得那个纸质票，它其实它不单单只是票，它其实是一种对时光、对回忆的那种承载。就是我看着这个纸质票，它就我就能想到。我当那天是，怎么？哦，编辑一下。我那天是怎么看的公演？然后那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跟粉丝怎么样见面？这个公告好像怎么还编辑不了？我点编辑，它那个毫无用处。那就先这样吧。而且，谢谢吐司边边送的玫瑰花。而且那个取票机，它就只是出票而已啊，它也。没有很多成本嘛，对吧？也不需要人力啊，干嘛就是把这个票给那个了呢？哦，我还去看过他们的杭州巡演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一场吗？有没有人猜到的？top 16有一些原因在那里，因为在杭州也有一些原因，有我推也有一些原因，就是都有些，但是没有猜到最那个的原因。对对，是我的生日，我觉得很巧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我。那个时候是我喜欢和就是我的热情我的爱意就熊熊燃烧的那个时候，那就那个阶段，然后 TOP 十六又在杭州巡演，又是我生日，就这么几个 buff 叠在一起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就不看说不过去，对吧？怎么可能不看呢？没有理由不看呀！我就毅然决然的跑去看。缘分，对，真的是缘分。然后这个是那一次看头条新闻的票，还有一次，其实我看了两次，但是另外一张票我放在家里被我妈妈扔丢了。护照，我好爱，确实。不只有一个前辈哦，你说的是哪个呢？是 H 队的还是 S 队的呢？对啊，去年 TOP 十六怎么没有巡演？我也很期待，就是我作为粉丝的时候一直在盼望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个，但今年夏天也快来了。啊，想买，其实江山前辈也是哦，而且我在入团前，说到这里又要说到我那个。招魂的插图，就是我之前喜欢插图的时候，也很喜欢江山前辈。他怎么可以脸这么小，这么漂亮呢？反正我非常喜欢他。然后之前我拍那个水着生写的时候，跟他是同一天拍，他真的好会呀、那瞬间变成他的迷妹了。但是我不太敢，就是我怕吓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那里，我在旁边悄悄的看。我因为我是先拍硬照那边，然后拍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在旁边拍教那个自拍的那几张东西，我就一边拍看他，一边看他拍硬照，真的很会。对，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，就是会让人完全忽视他是单眼皮的那种，直到有人就是说他是单眼皮美女，我才就是发现惊觉他是单眼皮，而且他单的很有韵味。
很漂亮。然后我在旁边看，实在忍没忍住，我就说：“前辈你好漂亮，漂亮的我想数。”他说：“啊。”就他可能被我吓到，说啊，谢谢你，晚上好，王思月，王思月前辈是网吧的前辈吧？其实我还不太熟呢。对的，之前也有人说我像王思月前辈，准备去看看。嗯，怎么你的纸板发过来了，我的纸板没发过来？Z 对，啊，我准备到时候去看看。分团有喜欢的前辈吗？嗯，分团我是那种就是比较，这个不要这样，你看你会不会那个说话呀？你就说我们俩都好看呗，对吧？记住了没有？下一次夸女孩子要说都好看。我和心雨住分团，喜欢的前辈就是我，没有那种就是专一喜欢的。这样说起来有点渣，听起来都是我就是见一个喜欢一个，见一个喜欢一个。因为分团的前辈也特别好看，也特别可爱。比如说，我们一个个细数吧。比如说广州 G 队，说实话。广州也组隔了嘛，但是他们组隔是在我入托，就是开始当练习生之后的事，我就没那么看合，就没那么 focus 合了，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到底谁去了哪个队，谁去了哪个队。200位成员，那没有吧？我们整个合都没有200位成员吧？现在，就是，所以我现在只知道他们原来的队伍是哪个，在原来的季队里，我很喜欢 Saki 前辈。叶舒淇，感觉她好漂亮。她现在是在 Z 队吗？好像是去 Z 了。北巴，说来难过。北巴，我喜欢的王若诗兰前辈前几天刚刚签球了。我是浙江温州人，是浙江温州人。王若诗兰前辈也非常的漂亮，她跳舞也很好，就是很韩那种，喜欢喜欢，但是没来得及。什么叫做我的头脑一定很聪明吧？对，她身体确实，而且她练舞什么的都非常努力嘛，然后直播也很努力，就是基本上是有时间就播，有时间就播，所以。对，那个身体很那个，谢谢雨欣宝宝心里苦小鱼送的秋天的奶茶。想去哪个队带 E？N 队和 X 队我都挺想去的，但是不是说 H 队和 S 队不好的意思，只是因为我跳舞就是还不能够诠释那种风格，就是帅帅的风格。谢谢那天与你邂逅的芝芝兔送的荧光棒。谢谢02K 送的玫瑰花，N 队最喜欢哪个前辈？周前辈，觉得她很漂亮，而且就是她有一种那种，就是说不出的那种，就是又调调的又很可爱的那种小猫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女友感。然后我还挺喜欢庆姐的，年庆前辈。也很漂亮哦，我发现我喜欢的好像都是这种有女友感的前辈，都很喜欢。哎呦，不能驼背坐着，我老是驼背坐着。等一下，嘿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北巴除了王若诗兰前辈的话，6677其实我也觉得很可爱。然后。广巴的大小乔我也很喜欢啊，如果大小乔是我生的就好了，真的很可爱。我每次看他们的视频，就是无论是他们可爱的视频，还是这个帅的，就是那种酷飒的，就是显示成人风格的视频，我都是觉得怎么这么可爱，老天爷！共同的，嗯，江
人前辈直播了，好的。共同的女儿，对，全和共同的女儿大小乔和6677，好有创可贴投的好呀，点赞。跟哪个前辈合作？其实我跟无论跟哪个前辈，我都很想合作，因为哪个前辈都有不一样的魅力嘛。不是说客套话，是真心的。就是我开盒的时候，就是对每个前辈都很喜欢来着。谢谢。对呀，就是每一个前辈看他的舞台的时候，你都会感受到他的那种就是不一样的魅力。CKG 那边倒是我现在是真的不太熟，因为他们好像队伍变动的也挺厉害的嘛，我没太那个关注。不过据说他们不是说月底也要出道了吗？就是比我们出道的还迟，C two 和 G two 吧，？CGT。三山前辈在吃晚饭，好的。其实跟你们讲，我真的，别看我现在聊天聊得好像有点活泼的样子，我面对前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姐姐是跟我们说过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去打扰前辈，不要加前辈的微信，然后不要就是说自己是粉丝，给他们送东西啊，这些操作都不要。我就是很严格的遵守了，直到后面我们分了那个，啊，等一下，突然剪秋本宫的头好痛，突然神经痛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看？不知道，说到一半开始揉头，就是，直到后来我们新人分了命差的队伍，不是有那个15期的前辈、16期、17期的前辈跟我们一起嘛？我们谢谢呜呜啦啦送的荧光棒，一休那个动作，就是，跟我们排练了很久，我还一个人的微信都没有。到后来就是需要沟通一些，比如说 unit 啊之类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才敢去加他们的微信，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，我才敢。我就在那个练习室问他们，我就说前辈，那个我之前问姐姐了，我说现在能不能加你们的微信了呀？前辈说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，然后才加了他们的微信了。我还特意去问了姐姐，我说：“姐姐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分队公演了，我能不能加前辈的微信？”姐姐说：“可以啊，只要他们同意就行。”所以，我现在是把我们公演的所有的前辈的微信都加到了，但是除了我们公演之外的前辈，我还一个都不敢加。虽然我在中心遇到过很多次。也遇到过我推在中心，但是我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呢。我就是这样，假设就这镜头是我推啊，我就这样，前辈好，前辈好，然后全偷看一眼。群我们还没进群，就是可能是新人真的比较多吧，我们没有进那个进48的大群，我们现在是失联状态。我们是一座孤岛，只有这个 staff 姐姐和叶总把我们跟48相连。不记得了，我推应该不记得，我推是谁？我保密，保密。过段时间再说，过段时间再说。我推不记得我了，我给我推造成的印象应该还挺深刻的。如果我去提示他的话，我说我是那个谁谁谁，他应该能想起来。但是我没有，现在跟他只说过三个字：“前辈好。”什么对的？刚刚不是透露了吗？一不小心都透露过喽。嗓子好痛，说实话。你看，刚刚我们跟小虎前辈打车，你们是打车回来的还是坐车？看小虎前辈，但是，好吧，我给我推发过翻牌吗？发了，
哦，H 的，对，H 的，我给我推发过翻牌，发过，但是因为我推那实在是火，你知道吧？就是 把我的翻牌七天乐退回。我给我推发的翻牌是，而且是在握手会之后发的哦，就是发了一些跟他解释的话，我说我当时怎么怎么样，没有，但这个解释不是那种解释啊，不是我那个发言之后，就是那个发言之后的解释，就是跟他说了一下，我说我是那个握手的谁谁谁，然后不好意思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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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讲了一些正常的话，说啊宝贝继续加油什么的，但是他没有回来，我知道他也不太可能回，因为他的翻牌实在是太多了。涂一下口红，的口红。他如果真的每条翻牌都要回的话，不用睡觉了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回。口红怎么找不到？对，我收到了很多，不是以后也可以收到，已经收到好多好多啊！对啊，你们都把我的话套，就是套我的话，不说了，我不说他是瓜还是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很会套话呀，在这里就是主要是我聊起我推也有点会滔滔不绝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分享欲在中心，对，回中心直播啦，这分享欲一上来有点打不住。我说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这样，我说到自己喜欢的事就会一直啦啦啦啦啦讲很多。混哪里？什么意思？混道上的我是。谢谢，我推保密，我推现在在保密，每个人进来都要问我推是谁。以前是干嘛的？以前是大学生呢，在读书，现在也还是大学生。以前是混哪里的？这个话，我现在想起来感觉有点搞笑。我是道上的。不是女团的呀，没搞过女团，以前也没有唱过，也没有跳过。想去哪个队？去 N 队或者插队，因为 S 和 H 的风格有点那个，就是对我来说太瓜了，我瓜不起来。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。火柴梗累，确实火柴梗很累。我第一次看火柴梗的时候很惊艳，因为就是加上后面那个冰瓶的那个手就这样，跟我哎，说实话跟我们的深海之声也有点像，就这样子，后面那个手这样子牵着人，然后他们在前面 popping，然后感觉很帅啊。哦，不是，是火柴梗。对，你不说和深海之声像吗？不是应该是钢铁之心是吗？不知道。手。哦，我以为你说错了。N 队是紫色的，我知道 N 队是紫色。我为什么进四班？因为说实话，能当偶像，为什么不当呢？其实我是想，就跟我出道宣言里说的那个一样，我室友是星鱼，杨星鱼，就跟我出道的那个纸笔宣言里说的一样，我说，想让我的青春就是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吧，因为说实话，青春也。不多了，多乎哉，不多也。当偶像不一定来四八，这怎么说呢？其他的公司他们偏向于要那种就是比较成熟的练习生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偏向于要歌舞都已经打磨得非常好的苗子，然后他们在对你进行针对性的包装，然后让你出道的。而我呢，是需要先在这个四八里打磨一下，然后再出道。我怎么知道四八的？因为小鞠前辈的新闻知道四八的。四八那么坑，竟然不后悔吗？怎么说呢？我既然选择了这里的话，我就会先坚持。对，主打一个养成。一边跳一边唱很累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养成系其实非常有魅力，我也很喜欢养成系，就是看那种刚出道的新人到后面那种，对，我是八年，其实我是九年，
到三十岁的话，我是9年合约。你干嘛？你居心何在？哎，怎么黄了？这个是哎，我的这个，等一下，我的这个怎么？算了，不管它了。我的手机屏幕怎么突然黄起来了？因为我今年01啊，不，什么今年01，脑子混沌了。因为我今年是大三，然后01年。后悔，说实话，我不确定我以后会不会后悔，但是我到现在是没有后悔的。虽然说我本来想把这段话录进我的 vlog 里面的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嘛，就在这里说给你们听好了。就是虽然莱斯巴跳舞我跟不上别人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就是自卑，然后身材管理很困难，然后我也会就是哭，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emo 呀，就是到夜里的时候怎么就减不下去呢？就是因为我身体其实也有一些原因。我翻牌的时候跟某个粉丝说了，他叫我不要跟大家说，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跟大家说，不能跟大家说。所以就是我减肥真的还挺难的，真的是 emo 我。但是我都只是 emo，我就是没有说，我说我不想来，我后悔了，我要违约这样。起码现在没有，希望我能坚持更久，不要后悔吧。我会撑住，我会尽量撑久一点的。十八期来了。S 队的那个训练量确实大，我之前看你在好多那个人的房间里都宣传 S 了，还是，对，18期其实我们这期有11个人，没想到吧？只出道了8个，我们现在上台登台的18个，然后有2个小朋友是因为我是21岁，现在有2个小朋友是因为他们是07年的，还未满16周岁，因为国家规定嘛，就不能上台。不像小鱼前辈，不像小鱼前辈那个时候正好正正好好在那个政策出来前那个，所以他们两个没出道，他们可爽了，你们不知道他们两个有多爽。就今天是我们发工资的日子嘛，他们不用出道，但是有工资拿，羡慕死我噜。对，他们两个要等19期一起出道，然后另外一个不是退了，他是就是替补，然后可能也跟19期一起出道，他就是替补就还没有出道。另外一个人可以说吗？是一个很温柔、很温柔的大姐姐，然后有一项特别好的技能哦。我不会放弃学业的，我会努力这个完成学业，然后跟那个工作都兼顾着。跟我们对差不多大，另外一个姐姐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。我为什么不早来？其实我报过17期哦，就是你们不知道有多巧，我报了17期，初审也过了，要终审的时候，我都在准备歌舞了。然后，hello hello，晚上好，我都在准备歌舞了。我一个人在学校的那个我瑜伽房里扒来着。好的，你好，翻牌收到了吗？我回了。然后我们学校突然，我还会有点就是那个，因为怡婷他们其实都叫小五前辈，直接叫五伯涵了，然后叫小鱼前辈也直接叫于佳慧，我就是会有点，
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叫不出口啊，就像让你叫你姐姐名字的那种感觉。虽然小鱼前辈比我还小，还小很多，对，再熟一点吧。我就是这样很慢热的，就是希望再熟一点，我也能叫他们。我说小五、小鱼这样叫他们。好，继续说那个十七期的事情。我不是零七年，零七年是那两个没出道的宝宝。你发了啥呀？我不是在回你吗？我说叫前辈的这个事情呀。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风控还很严重吗？我们学校突然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是从甘肃回来，然后把我们学校整个都封掉了。我终审的那几天刚好就是我们封校的那几天，实在是出不去呀。我不是零七的，别误会了。我不是零七，我是零一的，我是零一的，零七的是没出道的宝宝，就是有两个是十八期招进来，但是没出道，他们要等十九期一期。虽然你说的很对，我不像零七的，但是你这么说就是感觉，哎呀，又是你，哎呀哎呀。你说的对，我知道我不像零七的，但是你这么说会让我有一点点伤心，感觉自己有点点老了。哪个学校我不太想说，这个也是要保密，因为我的身边的同学其实不知道我来当小象。多大可以出道呀？年满16周岁就可以出道了哦。哼，10后。没错，我是11年的，好像四月前辈。有好多人这样讲了，未成年要等到成年才上台吗？不用，16岁、17岁就可以上台了，但是16岁以下不行。他们两个还是16岁以下，两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妹妹，但他们两个是室友。反正我那个时候如果，对，可以去 GNR48，面试可以改年纪，但是身份证上的年纪改不了吧？这个有点危险。分队，说实话我不知道，我们起码还要再挑20场命差呢，还有20场哦，每周一场，那就是，一个月是4场，那就是5个月，还要5个月之后。才知道要怎么样呢，起码还要跳。喜欢的前辈有可以公布的是啊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挡住我的脸，那这样还会挡住吗？喜欢小鞠和于佳怡前辈，另外一个还有保密的前辈。加油，好的哦，分队想去 N 和 X 哟，但是还是要看公司安排。播到几点？哦，对哦，播到几点？要不我播到新宇开播？新宇今天播不播呀？他刚刚还化妆了呢。你们谢谢我爱猪猪送的巧克力。我跟四月前辈没有关系。欢迎，好呀好呀。他说等我下播才播，什么意思？谢谢我爱猪猪送的玫瑰花。啊，他都没跟我讲啊。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房间直播的哟。他怎么去那边播了？谢谢玫瑰花。4个队都带 E， 好，我努力好吗？微信问问情况。哦，确实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直播会有点吵。微信，但是我怕我一出去就进不来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就又会像上次一样找不到主播失踪了就。
隔壁还谢谢，今天也很喜欢你送的玫瑰花 ，AKB48 哦，这可以念吗？是不是不能念？幸好没有，就是念完啊。隔壁，我知道隔壁有这个那个。我之前还就是刷到过他们的抖音呢，因为可能是我抖音关注，现在都是双人间，对，但是也有新人是单人间，他的室友就是搬走了，就是他就是单人间。嗯，没什么，我不知要搬宿舍了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其实就是新人还我还是谨慎一点吧，今天叶总刚跟我说要谨慎一点。搬宿舍，叶总刚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说，6月1号搬的宿舍里有两个人一间，有每个人配备一个冰箱、一个洗衣机，说的很好。这一刻一定要为四八拼命。上下床还不知道，好像说床是自己选，可以选两个床，也可以选一个床。烘干机没有吧？就是洗衣机，是我讲错了吗？就是洗衣机，烘干机应该没。我没有报名过隔壁。有人连麦了4个字，鲤鱼龙若吗？鲤鱼，他跟谁连麦呀？我不知道哦。对，这个饼说了好久了，我们真的想就等了很久。初寒家前辈。怎么了呢？他去连朱兰家前辈。我不抽烟，说实话，我很讨厌，就是在我身边抽烟的人。我很勇的，你们知道我有多勇吗？就是你们家吃酒席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男的，就是有男性在酒席上抽烟？就是他们不去室外抽，他们就在酒席上抽。然后我都直接说，就是无论是谁，我都直接说，我说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抽烟。就是长辈我也这样讲，我就是对于抽烟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坚决，我说能不能出去抽。我很讨厌抽烟。对啊，但是其实这样也不太那个啦，就是虽然说有面试一会儿说，虽然说有那个专门抽烟的男的做一个桌子，然后但是他们抽烟，他那个空气是流通的呀。我在这里吃着，然后那个烟就这样啪啪啪啪啪飘就过来。叶总当着我面抽烟，叶总好像目前还没有当着我们面抽过烟，就是我们中心是禁烟的，就是里边是禁烟的。虽然说楼下那些保安叔叔会抽烟，我就只能逃跑了，因为他们只在大厅里抽，我就直接跑到电梯，然后上来就没事了。叶总还没有在我面前抽烟，剧场后面会冒烟，那个是干冰了。但是我看到有梗，就是他们说少抽点，活久点。传统派还是维新派，什么意思呀？是风格吗？不要跟刘贤前辈学，刘贤前辈这个梗我在 B 站上也刷到过。对啊，刘贤前辈不抽烟，他还说什么？哎呀，什么电子烟卷？我不抽烟，别在这那个啊，别在这就是钓鱼。哦，好的，宝宝晚安，明天见，上学加油哦。哎，我的补光灯都没电了，那我就播到这个补光灯没电嘛，它现在已经只有一点点电。就是我因为我的抖音关注了很多和的人嘛，然后就是系统应该会以为我对四八系就是很关注，就给我推了，谢谢湖人总冠军送的巧克力，就给我推了隔壁的那个小鹏房间玩牌的两个人有你吗？没有我哦。关注丢丢了吗？丢丢是那个，就是周世宇前辈和王毅前辈的猫是吗？我知道，我很喜欢他，我还用他的那个当过头像呢。哎，我喝水喝的水饱，谢谢17笔
撒泼打滚摆送的巧克力。明天还直播吗？明天我想想吧，如果你们想，你们很想见我的话，我就播好吗？丢推，对，我是丢推，很可爱，丢丢超级可爱的。哦，面试的事情，对，然后我就没有去，嗯，就说到过隔壁的那个我知道的人，就是桂楚楚和朱琳吧，是他们两个吗？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挺漂亮的，就虽然说是隔壁的，但是是美女嘛，对不？但是我就是，嗯，真的吗？我就只是那个，只是看看看看，也没有很看。略看了一下，嗯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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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还不太知道，就是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就是谨言慎行，谨言慎行，咱们谨言慎行，不要第一次直播就被叶总说，就被叶总说。叶总其实，说实话，叶总还挺好的。叶总他今天还鼓励我来说，因为我的这个就是粉丝，嗯，就是你们懂吧。嗯，跟大家比起来比较少嘛，虽然我也很知足了，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。叶总今天还专门跟我讲说，他说你要坚持下去，你不能说现在怎么样你就放弃了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他还鼓励我来着。他说你坚持，你再坚持两三年看一看呢，你看前辈们就是，嗯，他们刚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，然后再过两三年就成为这个中坚力量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。嗯，晚安晚安，你们睡觉的先睡，不要熬夜哦，不要熬夜，睡觉的话就先睡吧。彭佳敏前辈我也挺喜欢的，他跳舞很好，就是哎呀，说什么前辈我都是，嗯，我也挺喜欢的。彭佳敏前辈跳舞非常好呀，而且他的风格我也挺喜欢的，就是很调戏金花。面试四八的事情，我之前说了呀，就是我和另外四个人，我们五个人是先面试，先在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地址面试了，然后叶总一个人面试的，面试过了三个，签了一个。我和另外一个那个女孩子是因为学业问题，因为叶总说让我们休学，然后她跟我就是都没有想好要休学，所以就没有当场签，就说回去考虑考虑。然后她后来考虑着就说不来了，我是考虑着就来了。然后原来签的那个女生她就是不来了，所以那五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人来了十八期。后面的十八期是其另外一个时候面试的，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签了约，我还特意来了一趟上海。你说这个叶总，他是就是，我之前就说我要签约嘛，我说能不能就是等我们要来军训的时候我们。谢谢呜呜啦啦送的12个荧光棒，谢谢 LZJDU 送的玫瑰花，对，我的室友是星鱼，锅锅大楼举牌，嗯，后面就是。我们一来就是要军训嘛，然后我说那我能不能来军训的那天就是签约呢，因为我之前不是说回去考虑考虑嘛，叶总说不行，你必须要跟其他十八期一起把约签了，然后你再回杭州再过来军训。可是我想说这样很麻烦，因为我就是从杭州到上海来就是为了签下我的名字，然后再回到杭州等命令，等那个军训的通知。我说能不能就是直接军训的时候我去一趟公司，因为公司肯定是可以签约的嘛，我直接去一趟公司签完了我就开始军训，就懒就
少走这一趟，别那么麻烦。那个时候，而且我还是学生，就是要买票过来过去的话，我觉得有点浪费车票钱吧。但是叶总说不行，必须得就是跟十八期面试那一天来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必须得十八期面试那个同一天来，然后在那个怎么说呢，签完约再回去，然后再等军训的通知，再过来军训，这样。坏蛋叶总，刚刚说他好，叶总真的是不报销路费，是不报销路费的。我回去上，对啊，后面还是签了第二次，真的是有点喜欢四八呢。不报销路费，我们公司不报销路费的，对。而且我们公司也没有五险一金，这我都知道。喜欢追剧吗？我很喜欢哦，我日剧、美剧、英剧都看，韩剧还没怎么涉猎，中国的剧也不怎么看。喜欢追剧，然后还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去交那个灵活就业的社保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就交。国产的我一般不太看，国产我只看过完整的，只看过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后宫甄嬛传》。对，《甄嬛传》可以说是了然于胸。泰剧我看过一些片段，但是我没太看。叶总问我事业，问我什么事业？我在读书呀，还没事业呢。广八或者北八报过吗？没有报。哦，你听到现在感动。广八和北八没有报过，因为太远了。我从一开始考虑的就是上八。我想说，如果上八过不了的话，可能就跟四八无缘了。但是两次都过，日剧多，日剧看的也挺多的。我看的第一部日剧还挺出名的，《非自然死亡》。石原里美，我老婆。叶总问了我事业怎么办，问学业怎么办，问了，我就是免听必考了。他是一定要我休学，我就是跟他据理力争。我说我免听必考跟休学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只要期末回去考一下试就行了。然后他最终还是同意。是我老婆，别跟我抢老婆，石原里美我老婆。哇，那你听了好久，谢谢。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我没有看过。别说这样让我伤心的话，让我在幻想世界里跟石原老婆和和美美的过下去吗？哦，确实，论文答辩累鼠，我昨天已经是在就是走钢丝了，为爱走钢索，为了你们的爱走钢索，跟老师定选题。灯光怪怪的，还是镜头的问题？就是怎么怪？这也太亮了！等一下，我刚刚其实在冲另外一个灯，这样呢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会不会太亮啊？天哪，这样照的我好像有点发光。我见过王总啊，我们十八期迎新宴的时候，这样是不是比刚才好点？还是刚才更好？我十八期迎新宴的时候还跟王总吃饭了呢，王总就坐在我旁边，就是在那个王总在宴上鼓励我们。就是具体的不能细说了，具体的细说就是有点口无遮拦了，咱们就是。戴耳机点头，下次我换那个吧，我换一个苹果试试，就别用这个。但没休学，我没休学，我是那个免听必考，我没休学。其实这样一说，我才想到，我看的第一部日剧不是非自然死亡，现在用的是 vivo。就是因为我第一个手机用的就是 vivo， 然后后来因为它 vivo 手机换 vivo 手机之间不是可以就是很快的传那个数据嘛，
所以我后面一直买的也都是 vivo，就图它传数据快，但是拍照就不行。我一直在打嗝，喝太多水了，但是我嗓子又不能不喝水，喝水卡住。他也是，他好像是华为手机吧？我们两个都不太会这些，其实，我们两个都就是可能直播不太好，我们两个都不太会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今天也是有点紧张来着。哦，这说到那个日剧的事情，我看第一部日剧其实是有点三观，有点那个的，叫《巧克力职人》，恋爱巧克力职人，好像是这个名字，有人看过吗？好看的哦，其实是好看的，里面还有水原希子和那男的叫什么我忘了，没太关注男的，就是没太关注那个男主角，但是就是石原在里面美的惊为天人，我跟你们讲。不看的都就是亏了。如果你看日剧，就是如果你喜欢石原，不看《巧克力职人》。电影喜欢看什么？最近看了《太空漫游2001》，好看。虽然前面有点看，就前面就是有点枯燥，前面有点枯燥，但是后面看，就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前面的那一切的铺垫都是值得的。我很后悔啊，就是《太空漫游》之前有没有上过，就是，重映，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去看，就只能在 iPad 上看。然后我就是因为看了《巧克力职人》那部剧之前，我是不喜欢看日剧的，就是接受不了日剧的风格，然后看了那部剧之后，喜欢上了石原，然后为了石原看了《非自然死亡》，然后喜欢上了日剧，然后后面看了《四重奏》《母亲》，还看了什么？我想想，想不太到了。《母亲》也好看，我每看一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然后星云在旁边就看着我哭。《长空之王》是不是最近在上的那个呀？我没看，最近太忙了，说实话。我还挺喜欢看，挺想看的那个叫什么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到时候看了再跟你们讲吧。我可能喝多少，我一点儿也不能喝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喝酒，我不抽烟，也不喝酒。就是家人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管我管的挺严的，我们吃酒的时候就是家人会开玩笑嘛，说让小孩子喝点儿啊，喝一瓶盖呀，或者说喝一小口啊什么的。我妈妈从来都不让喝，她因为她说小孩子喝了酒精会对脑神经发育有影响。我就是一点都没喝过。后来我成年了之后，我妈妈不管我了，但是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喝过嘛，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喝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我尝试是尝试过，就是我试着眯过一口，比如说啤酒之类的，我眯一口，可是啤酒很苦呀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啤酒是苦的耶，怎么会好喝？然后红酒又有点酸酸的感觉，白酒我是一点点都没试过，因为它闻着那个就是气就不太好，我就没有试过。最近出了好多新电影，对的，但是其实我也不太看。哎呀，你干嘛老问这些问题啊？这个什么期待错价，世子妃能超越四大电视剧？老问这些，我说了我不喝酒，我也不喝伏特加，我什么都不喝。对呀、啊，我妈妈在小孩子上面管得特别严。我在上大学之前，就是高中，包括高中成年了，因为我的月份比较大嘛，我成年了，我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的，我从来没有就是我留宿别人朋友家也很少，感觉5次之内，我的人生中留宿朋友家5次之内数得过来，从来都是回家，天黑之前，对。妈妈真的是很担心，很担心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有些话
坏人我就不那个。拍证件我们马上就要拍了。拍说起拍证件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，因为我们刚刚出道嘛，然后马上通知我们要拍证件，我们就是选歌、录歌、剧情，然后一服装、舞蹈都要就是自己来，而且时间很紧很紧。我又不太，因为我不是编导啊之类的艺术生专业的嘛，所以我不太会这些，这几天也在苦恼呢。而且我选了一个需要跳舞的那个。嗯，对啊，我想说，那前辈们就是他们起码出道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要拍证件呢，就是会不会得心应手一点呢？但是我们就是一出道马上就要拍证件啊，真的是有点搞不赢。宿舍和前辈在一楼吗？我们在二楼，我跟新鱼住在二楼最靠近电梯的那一个房间。就是然后也是最靠近练习室的那个房间，所以如果夜里有前辈在练舞的话，我们就会被吵，我就会被吵到。心语还好，他睡眠挺好的，我就会被有点被吵到。然后比较新的前辈就是小前辈们在我们这一楼二楼，然后大前辈们都在楼上。我们之前还被叮咛过，就是不能上三楼，我到现在也没上过三楼。除了有一次下面舞蹈房满了，然后老师带着我们上三楼，那个跳了一次舞之外，再也没上过三楼了。对，我们出道离总选太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赶。嗯，我真的很怕，就是做错事情，就是。我也不太懂，就是有一些规矩嘛。如果，我做错了一些事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提醒我，告诉我。你们有没有人在我的应援群里？我有一个事情，其实想问一问应援群的那个。对哦，还没进我应援群的，赶紧进啊！上面有神秘代码啊。嗯，等一下，神秘代码。6351722113啊，快进一下应援群。成员守则非常之多，好吗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我应援群的人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的事。你想让他给我发一个翻牌问信。成员守则，你们想看成员应该不能看，就是能看一下他多少吧，就是不给你们看内容，看一下多少应该没事。有这么厚、哦，我成员守则你看乖不乖，就是放在这个抽屉里面，每天打开就是成员守则。对，请他们发个翻牌吧，有这么多，就是有，我看下多少页，1234567891011，有11页 A4 纸，然后。字的话就是这么大的字，就是满满的11页 A4 纸这么多。然后我就是没有对外公布，没有看内容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页。然后我当初第一天来的时候仔细研读了，发现它规定的真的很细，包括就是我们换衣服怎么换，就是在后台，就是后台衣服更新怎么细怎么换，它都有规定，真的很细。不过有一些可能没有，就是没有在实施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认识的前辈现在还不太认识呢，不太认识前面的前辈，就是只认识跟我们一起跳舞的前辈，就跳过命差前辈认识。啊，你怎么进来就叫我老公啊？咱们这个不是纯纯的一个甜美吗？怎么老公了？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有推吗？有、哦、但是现在的推保密，之前的推是小居和瑜伽一前辈。对，之后不会有比水水在短时间还在上的人。水水前辈真的是斯巴的这个见证者。
我会努力的，但是我怕就是打扰他们，你们懂吗？我怕就是一个给他们讲说前辈想加一下你微信，就显得我很粉丝，我不太想粉丝入团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顺其自然，我也想说顺其自然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合作啊，或者说真的有什么事情啊，加一下的话，就是比较自然嘛，没有那么刻意，就是说我想来加一下你的微信。我也不喜欢刻意的去加。非得去加，我会感觉有点尴尬，我很怕尴尬的。i 人的这个特质在那里就显露出来了。MBTI 是 INTP，其实我入团前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 INFP 的，后来做了又变成 INTP 了。我的 T 和 F 就是51、49这样。对，我的 P 和 J 也经常变，所以我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，我是一个很中间的人。做了呀，做新题了，新题是 N，哎，新题其实变成 INTJ 了，说实话。但是也因为新题我是随便就是快速的做做，没有仔细做，所以也不太确定，所以我还是说自己是 INTP 吧。只有 I，我只有 I，现在是70%几，从来没变过。就是从我第一次做 MBTI 的时候，有是 E 人，我都当时，当时我确实性格挺 E 的，就是那种老开朗了，不知道难过伤心是什么，然后以为全世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朋友，就那种性格，你们懂吧？就是我感觉全世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全世界都给对我很好那种，就是快乐，快乐要死，每天都快乐。后面就是不知道，可能随着成长吧，慢慢就变成 I 了，然后就再也没变过。我的 I 稳定在了70几、80几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服装的事情我也很担心呢，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要自己买还是借服装部。我准备明天就去看看，不过明天我也有点想出去做，去一个之前看过的店探店一下。下次可以，就是我想去，算了，现在就跟你们讲吧。我本来想保密的，但是都聊到这儿了。想去做一个就那种本子，然后下次如果你们来现场见到我的话，可以把名字写在上面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们放起来。你有不开心的事情吗？就是我明天准备去那个店里挑，就是做定呃搭配一个本子，对，搭配一个本子，因为它好像是书面，然后那个里面的纸还有封底都是可以自己选的，有很多很多种搭配方法。先买一个差不多的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去不了线下怎么办？去不了线下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个人电卧，或者说你翻牌也行，我就帮你写到本子上。好的。那我就分为2个区，一个是线上档区，就是来不了的发翻牌和那个叫什么，发翻牌和电卧的地方写的区。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线下档区，就是可以自己牵手过来签上自己的签名。不过我还不知道我们第一次握手是什么时候，还没有安排，就是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个事情，估计也是之后的事情，之后的事了。之后一有消息，我就会肯定会马上通知你们的。希望不要到时候让我在那里就是没有事情干哦。
我会等待你们过来的。那我们今天要不就播到这里，因为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然后有点晚了，害怕打扰你们睡觉，拜拜拜拜，棒，通关的人棒棒，真的是棒，也谢谢你们在这里陪我说话，我其实真的我一直在担心，我说万一我来了，眼熟了，非常眼熟，我来了的话就是没人讲话怎么办？但是你们都在，真的太好了。拜拜，彤彤，拜拜。马赛克油碟，哎，你告诉我你的昵称是什么呀？不能叫你马赛克油碟吧？跟你们拜拜，谢谢 KK 是我啊送的秋天的奶茶，我真的不是人阿板。丢推，眼熟了，眼熟了。兔兔我也知道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 KK 是我啊，我真不是人阿板送的秋天奶茶，大家加一下我们的应援群哦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那就这样喽。房间的那个事情，我真的是伤心，不是，就是我觉得你们被吞掉，我也是很难过，而且被吞掉的都是一些，就是可以回的话，因为你们发早上好啊这种，我就是发一条早上好回你们所有人嘛。但是发其他的，我想都回到你们，就是那个，但是他吞掉。拜拜，亲亲，晚安哦，拜拜，晚安。我把这个灯撤掉，先不然我都关不了。谢谢 KK 是我啊，我这不是人买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